嗨，悠着点儿，别弄脏了我的沙发。哎，让让。怎么干活呢都？你是郑浩？我是。你来的正好。你就住这间房子，一会儿让他们把桌椅给抬屋里去。哦。啊。嗨，年轻人，你们怎么干活呢？像跟没吃饱似的。国家又都像你们这样，能好得了吗？这么干活的事儿，哪找这么一帮人干活？躲开！哼！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听我说两句。来，过来。这是咱们院里新来的小生郑浩。欢迎。多多关照。下个月咱们将演一场很久都没有排演过的大戏《风流梦》，大家回去啊把剧本好好看一下。好好准备啊。来，唱得不错。大明星你好，我是彤彤。不敢，郑浩。我大伟，哎，你现在住哪儿啊？韩院长在四合院给我安排了一间房。是不是有一怪老头？老王，咱们这儿杂工，一把年纪了还到处沾花惹草。我劝你啊，千万离他远点，小心给自己惹麻烦。没事儿，他过几天就退休了，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对戏吧。你父亲才被拘留了呢，你全家都被拘留了。哎，你们骗子现在的素质很高吗？不屈不饶是吧？别废话，已经情况我见多了。西楼的没错吧？风流往事理发店，你赶紧过来把人带走，不然啊，我叫你们韩院长自己来领。你说你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不消停，没事在家种种花下下棋多好，成天花天酒地的影响都不好。嘿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有你这样跟老人说话的吗？什么花天酒地，到底谁影响不好啊？嘿，什么花天酒地，你还砸酒店了？老实交代。交代有你跟老人这么说话的吗？嘿，你才过来呀，你就不能常回家看看你爹？现在翅膀硬了啊，就六亲不认了是吗？他不是我爹。哎，你说你干的这没羞没臊的事儿，你儿子都不想认你了。他不是我爹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就是再混蛋，他也是你爸。这说不认就不认了，我跟你说啊。哟，老王头，您还真有个儿子呢，还挺帅。帅屁股啊！你读过书没？虎父无犬子，知道吗？合着这么说，那您也是个屁股了。臭不要脸！你骂谁不要脸呢？谁问骂谁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哎，嘛呢？坐那儿，老实点。1350，赶紧赔给人家。他真不是。哎，你是怎么有我电话号的？你赶紧把我电话号删了。还有，以后你出去别乱叫，你不是我爹，更何况我亲爹早就去世了。
咱们还是休息会儿再练吧。嗯。你小子刚才这个动作怎么像蹲猫坑啊？你懂什么呀？哎，你是来还钱的吧？还钱？没钱。嘿，你耍赖是吧？耍什么赖呀？你把钱都给了派出所，又没给我，我为啥还钱？我又没给你借。哎，你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怎么着？你还要打架？我报警。你爱报不报？你有两下子啊！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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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逗着你玩呢，拿着，好好数数啊。哼，我与桃源的兄老王，哎，你那戏是跟哪儿学的？我以前啊，也养了一条狗，叫不正。他的个儿有这么高吧？哎呦，我跟您说正经的呢，这是赵世新呢最后一部作品，您到底是跟哪儿学的呀？赵世新的孙子，他还欠我一屁股的酒钱呢。啊，原来您跟他是熟人。不熟，他就是个孙子嘛。您的命够好的呀。哎，那您快给我说说他后来到底去哪儿了。他死了，我活着，这不是命好吗？你一个外行，什么都不懂。哎，我现在呀，要是有他当年一半的状态就好了。哎呀，这真没出息，拿一个他妈混蛋当偶像。老王。老王，那您跟我说赵世新后来到底干嘛去了？哎，你管得着吗？去，好好收拾，早点睡觉啊，早点睡觉，去吧。老王，干嘛？我以为你，你以为我要死了是不是？没，你什么呀你？你没事喝那么多酒干嘛？行了，别说了，来，是我儿子，就喝一杯。我不是你儿子，我也不会喝酒。哦。你辛苦了是不是？那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？啊！哦，哎，是不是你那搭档？太漂亮了吧！你亲的没有？你别胡说！喝。您说我比当年的赵先生到底差在哪儿啊？风流梦那是50年代演的戏，
到了80年代才给他眼红了。那时候，也就是你这个年纪吧。后来呀，他认识了一个弹钢琴特棒的姑娘。有一天啊，去接那位姑娘，碰上几个地痞流氓。后来就被那几个流氓给强奸了，把赵世新也打了个半死。后来听说那姑娘自杀了，赵世新呢，他呀再也不演戏了，再也不登台了，也不知去哪了。听说啊，他死了。老王，老王，快着点，快着点，干嘛呢？这是，啊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没画好啊？好了没有啊，刘师傅？快着点，快着点啊！麻溜的。